三年前，李军冲进我家，杀人放火，。你想找他们报仇吗？等萧儿恢复之后。哼，有看到通缉要犯吗？反贼太史昭，字子胥，长安李氏。阿兄使用天书之力救我，才被他们盯上了吗？就拜托你了，子胥。到蔡阳找我兄长刘伯生。敌袭，散开！你们招谁惹谁了？怎么一下子就有人来寻仇啊？沈墨就是一群假货，唯有师兄才是真正的墨者。哟，是个小伙子呢。此战平定陆林贼党之后，师兄许诺的太平之事也不远了。太史兄弟，不要冲动。闸门若开，洪水一出，下游死伤数万。这是上古机关术吗？说不定是出自鲁班大师之手。阿兄，用那个。天下地利。若不杀他，何以告慰我上墨1200条冤魂？不，到头来。你不也为一己之力造成生灵涂炭？